今天给大家带来 GPD XP 的开箱视频。这台是内测机器，包装内部和正式版会有点不同，不过大体上一样。 XP 将于9月上架预售。充电器和数据线。里面还有一个卡针，用来取出四具卡槽用的。模块化可拆卸手柄，这个是用来玩吃鸡类 FPS 游戏用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手柄盖，开机看一下。